金絲勇將就27倍就落到22倍，新伯落到16倍落到10倍，現場就榮進寶寶就最熱啦，25蚊，次熱門係43蚊嗰只永旺財，就叻伯利就51蚊，富貴玲瓏14倍落到12倍。九陽賽事3000米隨時預備起步。而家呢步嗰陣啊，影上咗永旺財，相當之為世紀巨星亦係唔慢嘅。將上咗嚟，見到富貴玲瓏入邊仲有風雷劍、大愛蘭，仲有自由鳥。然之後跟住就經典再現外邊仲有愛心大師嘅。咁最後啲跟住就榮進寶寶啦。咁然之後就係叻伯利守住內欄嘅位置喺佢外邊新伯樂道。過零馬位之後，跟住先見到金絲勇將啊，入邊就係喜德寶啊。在上面一對馬分別就是好着數和綠色進達，距離頭馬約摸是9個馬位左右的。好了，約摸還有1100米到終點，前面放頭幾多永旺財放出頭1個馬位之先領先，守住第二位就是自由鳥。第三位見到騎一騎一呢，就是經典再現在外面愛心大師，然後跟住就是富貴玲瓏，入面還有榮進寶寶。再後啲跟住先見到世紀巨星，1個馬位之後就是風雷劍，風雷劍外面就是新伯樂道。过零马位之后先至系呢个金丝勇将，金丝勇将入边就系热门马之一嘅叻伯利，叻伯利外边仲有就系好着数啊！喺晒尾一对马分别就系绿色骏达同埋喜德宝，距离头马而家仰望都系9個馬位嘅。好啦，转咗大半个银禧湾，差唔多去到直路口附近嘅位置啦。前面方头依然就永旺财揿住嚟方，拍住外边就系自由鸟嘅。我咪上咗嚟見到就係呢個世紀巨星，中間就經典再現，然之後榮進寶寶等緊位嘅。咁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嗰只就富貴玲瓏，入面仲有叻伯利啊，然之後就係風雷劍啊，咪上嚟仲有好着數啊嗰啲嘛。前面永旺財第一隻搭咗位啊，開上嚟追佢，而家先至見到嗰只富貴玲瓏，而家榮進寶寶先揾到位啊。後面上嚟仲有經典再現，入面仲有叻伯利嗰啲嘛。前永旺財就越放越有，後面富貴玲瓏啊、榮進寶寶都係得個追字嘅啫。永旺財跑第一，富貴玲瓏跑第二，榮進寶寶跑第三，跑第四名叻伯利嘅。永旺財轉彎入直路，有一突圍，一踩油，後面冇得追。嗱，富貴玲瓏啊，近得個近字。榮進寶寶入到直路啊，仲有200米俾人韞住，而家先揾到個位上嚟。永旺財跑第一，富貴玲瓏跑第二，榮進寶寶第三，叻伯利跑個第四噶。一路放翻嚟喎。上次都望空跑噶啦，咁今次直情索性，唉，排外檔啊，走埋佢啦，又跑長啲添。所以真係好似仲掟甩曬你添。唔係，即係一出嚟好似有啲馬逼得急啲，扯得幾開嗰度。啊，翻嚟都仲到啊，好嘢。啊！都系烏鴉口噏中啦，偉達無私二跑第三、第四。哎呀，心情忐忑啊！唔係你睇榮進寶寶嗰度塞啦、啊，塞到打側曬身都出唔到嚟住。手風好緊要咯、啊，74.42啊！咁佢自己走都幾好時間啊，1分35秒6啊！都係有家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血統有家情根據嘅條件喺度啊！同埋馬係睇到係一隻好。好日見人愛啊！睇下佢點樣攝到入去內欄咧。嗱、啊，真係走喎啦！咦，照比。然後內側嗰啲馬咧，見到啦，富貴玲瓏都出咗嚟先啦。所以其實走得幾開嘅呢度都。愛心大師又走上嚟頂一頂，係咪先？想朝自由鳥喺佢出邊好啲，喺佢內邊啊，喺佢入內側就煩啦。好 set 好位啦！诶，埋咗栏啦，因为荣进宝宝。咁啊，有栏都唔入啊！今日有栏都唔系好差啫。点解变咗有栏咧？就喺好尾啦，其他啲热门啊，呢伯利同埋喜德宝都系，哇！突然间嗰度已经突然间嗰条金丝仲一撞撞咗出去。啲风雷剑喺内侧都有少少唔规矩。咁啊，諗下點樣出嚟嘅啫，榮進寶寶嚇。係咯。咁都唔係話塞得好厚。呢個位置都唔係自己塞嘅啫，呢個都未必一定會塞到啦。未必一定會塞，係啊。又唔係話咩？但係，咦？睇下啦，呢個攞出嚟。未得喎。壓到隔喎。正啊！可以夾硬嚟。唔知使唔停。你知愛心大師就即係俾佢塞咗落去啦。佢有愛心，唔緊要，你行先啦。佢好似唔係好想俾佢行喎，其實俾你啦，再演啦，追唔到咯。